动父母得承受，若为王化念亡灵的超生，若为亲有求，病殃的安全，全家老幼同生，念老幼保安康，诵念济公真经，免灾又消难，诵济真觉悟地焉真经，不识方解诸菩萨同赞曰：济公活佛大慈悲，为救九六种缘灵乐人生死生路，真诚诵此部经说经典，功德无量，福无边，老幼康安，寿延年，向文功德回向给六亲眷属，身体健康，往敬给他们离苦的乐子，冤生债主和我们共修佛法，发菩提心，类是前世今世所结冤，愿一一回向给我冤生债主，家中有本真经，可保